平海天后宫，世界第一座妈祖分灵宫庙，国家级涉台文物，是全世界最古老、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宫殿式圆构妈祖行宫，宽阔、神秘、安静，以108根木柱支撑大殿屋架，一把千年的妈祖文化衬托在大海的封面上。福建与台湾隔着一条浅浅的海峡，千百年来，无数的闽人怀抱着妈祖雕像，举着三柱不灭的香，过唐山，渡海峡，开发台湾，发展台湾，并以福建文化全方位地浸染了台湾人的灵魂，如同再造一个海岛上的福建。一千座妈祖庙，台湾用世界妈祖庙宇密度最高的省份，证明台湾人心中从未消失的乡愁。